Come stop your crying, it will be alright. Just take my hand, hold it tight. I will protect you from all around you. I will be here, don't you cry. Oh, I'm so small, you seem so strong. My arms will hold you, keep you safe and warm. They can't explain. I know we're different, but deep inside us, we're not that different at all. And you will be in my heart. Yes, you will be in my heart. From this day. Students in pairing
the group in pairs, and each student in the group will receiv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input. 打五分钟的话，打到美国，大约能够节省多少钱？大概这样的问题。然后 later， 把学生呢，分成五个人的组，每个人呢，他们给他一个卡的。在这个然后分成几个组，那一个 prepay 的那个 plan 把它简化变成一个同学能够他们的程度能够理解的一个电信和北京联通宽带提速的两个很简短性能，就是这个是经过 modify， 然后会让他们每四人一组去读这个新闻。第一个各位教他呢尽量把这个表格填好。A 跟 B， 对 A 跟 B。我不乐意的，还是本地拨打电话。因为你彩信才行，就是四五彩信多少钱？花钱吗？彩信花钱吗？花钱解决了。然后评估的一个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可能会在这节课之后另一节问题，比方说健康方面的问题，我累了，我饿了，我渴了，或者说天气开始变了都是越来我们自己在这里面排序也都是越来越难，然后基于前面那一个前面那一个又会成为后面的input，这样子。那第二个，我要打电话，我叫车的人，我主要告诉怎么着，就是说我现在在哪里，我想去机场，几点之前必须要到，然后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就有很多数字在里头，其实来去地。那个现在周杰伦梦要实现了，好不好？好。最近已经做过了，听说都读。对不对？这三个活动，所以呢，现在唯一缺的就是写作。所以呢，我们先听一下一首九百万辆脚踏车自行车。照着格子写。大概听完一次，你们就要写作了。对，如果说。Have already some Chinese learning, then I will not include the structures. I will just probably give them the words, and they will have to, you know. 我有两个 option. 他们叫外卖有两种标准，叫餐的标准是20元的和15元的。哎，这个活动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有听有说，还有包括写。他们要去网上查，因为最后决定是去全聚德，然后要在网上去查全聚德的地址。我们就学中国妈妈学做那个素泡和素菜包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可能 video 录的时候就比较清楚，然后有这对话，然后下面怎么做法，而且每一个菜，就哪几样菜要放好。他实际有去一个就是一个富人买鸡，对，买鸡腿这样子，然后给他们看。那看完了之后呢，就是主要是他那个菜场是传统菜场，所以跟美国的这个菜场是非常不一样。右上角第一个那个是西兰花。哦，那实际教学上，实际教学的时候，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传教授有些学生他们程度还是有些的，就是说
说 What is your dream house？ 所以我们会把同学分成两个人一组，然后他们互相去采访对方。哦，你的 dream house 什么？对于你来说，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Students will role play. So there are various representatives such as 宿舍代表、房东、酒店经理、家庭寄宿家庭中介。And then there will be another students who will be role playing and students themselves.稍微深一点，就是他们可能要挑选家具的时候要知道很多细节，比如说 materials, colors, okay, prices. Clear word. Okay. 反正老师带领他们之后，他们就知道把什么东西放在哪里是什么意思，然后东南西北或者前后左右或者什么什么的中间，知道了之后呢 ，Okay.基本上刚刚那个程序做过之后，他们才能够用这些词汇来做 spotting differences。之后我们先把自己想要的 layout 画下来，给你们一分钟，你们个人都有一张，自己都会有一张纸。OK， OK。所以你们画完之后呢，就跟你的同学讲说，请你把什么东西放在哪里，用一张空白的 layout， 然后来摆设。你们能够理解吗？好。So much for the hard work.